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。现在你们看到了吧？感恩龙天父、啊。你们现在看到了吧？感恩诸位菩萨。你看这种妈妈可怜不啦？卢金红台长，请台长帮我儿子看一下，他是1994年。念经了没有啊你啊？有。1994年属狗。属狗了，一个像豹子一样的灵性在他身上，你看他那个样子啊，你们大家看，我待会儿制止他，马上叫他老实，你们相信不相信啊？感恩台长。叫什么名字啊？ Daniel Chow。 你们看他这个样子， Daniel Chow。喂，停下！他的上辈子啊，打过猎，打死一头豹，现在在他身上，所以他的手和脚一直在动，他是一个动物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他不会讲话，但是他经常会叫。对，他不会讲。他叫出来像动物的声音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所以一个人不能做坏事的，他主要是上辈子的报应，还有你们家族当中有杀业。哦。嗯。家里有没有开过餐馆啦？没有。还有什么杀过什么牛啊、猪啊，或者杀过很多东西啊？你们的长辈？没有。我的父母是教师，我爷爷是医生，但是。哦，医生嘛，肯定有了。但是他的奶奶是那个接生的。哦，看见吧，接生的会死很多人的。嗯，他是要多少小房子呢？Daniel陈。叫他双，你看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叫他那个豹子要走了，很快要走了。你看我手放下来，他就动了，看见吧？看见又来了吧？我刚刚手拿着他就不动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你根本控制不住他的，而且这个豹子有一个眼睛是瞎的，所以你看他两个眼睛啊，有一个眼睛怪怪的，啊，你看了叫了，看见吧？看见了吧？你们现在看见了吧？一个动物在他身上，他就这个样。所以你们要学啊，以后要懂啊，千万千万不能去杀动物啊！真的，我过去看见一个图腾，一个人杀过猴子，这个人猴精在他身上，他居然能够跳，他能够到墙上去跑啊，飞呀、啊，他能爬树，像猴子一样穿上去的。他也是跳啊，他也是跳。就是啊，就豹子也会跳啊，你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啊。我最初的时候呢是最初学心灵法门。你现在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啊？我最初学心灵法门的时候呢是不懂，就是许了49张，
太少了，不够。我现在呢是许那个800张。嗯，要的。还有许愿给他放生、嗯、2000条鱼、嗯，这样子。他好了，我会去。许愿渡人。许愿渡人。中文名字叫什么？周奋强。周奋强，周奋强，停！周奋强，你看见了吧？大家看见吗？一个大的一个灵性在身上，他我现在跟他讲叫他走，他不走。他说他杀死我的时候很痛苦，没有马上死掉。他们还踩在我的胸上，还拿刀割我的胸。好啦，算啦，你现在暂时先离开他，让他老实一点，让更多的人能够相信学佛念经，你也有功德，我会让他妈超度你的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合掌。拜拜。看见吗？鼓掌了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大家看老师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现在大家看见了吗？笑了，看见了吗？灵性跑掉，他笑了，看见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记住了，但是他还会回来的。我是叫他临时离开，就是让你有点信心。嗯、你好好的，你也应该吃全素。好。明白吗？好。这个豹子非常的难弄，因为有时候鬼你还能跟他沟通，因为有时候动物他你把他杀死了，他回到他身上，他不愿意走的。他是不一样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好了，多给他放生吧。他是要多少小房子？我是许了800张。就800张吧。就800张。又上来了，没办法的。我念经的质量好不好？念经质量还可以，不过你要吃全素。好。许愿。哦，我许愿吃全素。又救了一个。我家里的佛台啊，怎么样？啊、哦，你家里倒有点。房子都蛮好的嘛，佛台还可以。嗯。进门偏左的，到底偏左的地方。对。鼓掌。家里家具也蛮好，沙发也蛮漂亮，茶几还别有风味。感恩感恩感恩。弄得倒蛮整齐的，窗帘也不错。感恩啊，一个吊灯老了一点，嗯，对，鼓掌，好不好啊？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可以。好了。我可以问一个盲人吗？问一个盲人，赶快讲吧。嗯，冯金鱼。冯金鱼啊。两点马，金举的金，给予的予。君子的君。嗯。给予的予。对，矛盾小了一撇。给予的予是怎么写的？不是矛盾的矛小了一撇。哦，就是予。嗯。冯金，金是什么金啊？君。啊，冯君予，男的是吧？对，我爸爸。哦，你爸爸很厉害哦。哦，活着的时候就有点能量的。对。哦，他是很厉害的。啊，他已经到天上了。啊，感恩。啊，感恩。你他走的时候有很多人帮助他的。对，我有给他、啊、给他超度。对，找庙里的。对，我现在也有给他念小房子。嗯，小房子再给他念念。在欲界天。哦，再念多少？再念小房子念84章。好。好吗？好好好。他蛮好的，很精神。你跟你爸爸像得不得了，眼睛特别像。感恩感恩。嗯，好了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感恩。